近日，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，众星出席红毯，大咖云集，让我们来看看谁的红毯更好看吧。章子怡一身红毯，是天生红毯女，色彩鲜艳，来点好看的形象，佩戴金色耳饰很是吸睛，将头发高盘起来，露出完美的肩颈线，不愧是国际章，气场全开。陈红全黑造型现身，干练十足，不过脸上还是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皱纹法令纹明显。章子枫银色抹胸搭配长裤，身材比例好，头发搭起干净利落。子枫妹妹无意误入 C 位，被吓得火速移动。 C 位烫脚啊！娜扎换多套衣服亮相，每个造型都有亮点，先是穿超长裙摆盘盆裙，仙气飘飘，第二套红色亮片礼服尽显好身材，明艳动人。倪妮黑色镂空鱼尾裙现身，自带清冷气质，气质绝佳，身材颜值都在线，这锁骨谁看谁迷糊呀。高叶造型依旧霸气十足，鎏金镂空羽毛裙，外披正肩披风，酷飒十足，果然是大嫂。胡先煦西装造型现身引热议，被网友质疑发灾，胡先煦火速回应，也谢谢大家的提醒，不吃了不吃了，真的不吃了。